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。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，就是边喂他的儿子，然后就开始边播着我们的影片，然后播一，整天。所以我的点阅很多都是他洗出来的，可能是哦，跟我妈一样，我妈也每天都在洗我的点阅。我就在怀疑，说不定就是这样，所以 YouTube 在降我的触及之类的。YouTube 开始怀疑我在买点阅。所以一样的事情，想办法一次夹两罐就对了。有，漂亮！你看，掌声鼓励，两罐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哦。有，刚刚这样花80拿两罐，40块一罐，我觉得 OK 啊。这个家乐福买一罐也要50几块，要吧？是啊，蛮贵的。OK 啦。他有看我很多补位的影片，应该有机会。我个人哈，好，你先试试看那个吧。二收吗？哎，可以收一下。有，漂亮漂亮，赞哦！这边这都低保价，而且这看起来超可以的。这边密到一个不行哎，我觉得我们想要，我想要直接无脑直上直下试试看，不要卡到爪就好了。哇，卡那个，它从指缝中溜走，我看看啊，它爪子是不是会歪啊？这位置可能比较……哦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它夹到头就会出来，这好香啊！而且重点是它没有过电眼，转烂，那再一下，老板。你看，好夸张哦！这个是什么？过了啦，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机台啊？这个，哎，它这个间距好大，我没办法单手用这件事情。啊，讲到单手用这件事情，我想到我这一集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要来开臭那个卡斯狗老板。白痴哦！因为我发现啊，我带了很多客人去给他那边，然后呢？然后但是他这次影片啊，我真的完全没有跟他收任何一毛的酬劳。嗯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。所以我昨天晚上跟他传讯息，我跟他说我今天直播要开臭他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正在看这个直播，然后他也知道我准备要开臭他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他做好心理准备。对，他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反正卡斯狗呢就是一个不好的店，大家不要去。就白痴哦。对啊，就只会在那边酸爪包，只会在那边酸爪包，有什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给客人10块出饮料有什么乐趣？对啊，10块出饮料有什么好乐趣？就是要投个40-50块出不来，然后让你气着回家，这样才叫做零食场啊，懂不懂啊？好像这样就很没有乐趣了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好没乐趣哦，这一家也没什么乐趣，大家不要来了，这一家好无聊哦，随便弄一下就会出来。但我觉得这边小缺点就是啊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平常习惯单手玩，因为我怕挡到镜头。嗯。结果它间距，你看这个间距啊，跟鲶鱼一样开。它刚好隔开。我没有办法单手玩它，我觉得有点困扰，我需要用双手。然后哎、欸，真的很感，所以刚刚是在开玩笑啊。说实在，很感谢大家，就是真的很支持卡斯狗啊。老板真的很感动，就是大家都有去找他玩这样子。这个你要夹哦，可是我刚有看到阿贝很有夹出来。他倒这样。哎呦！刚好我的好像要吃完。对啊，他有另外一种，那是台湾的，他写台湾的。台湾的水果糖。吸到了，哦呦呦，大丢。正面，缠起来，缠到100分，好了，画面好雾，不好意思。可能这边店家这边的讯号的关系吧，这个直上直下就好了。现实不有干扰。哦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感谢，试试看他们家火不火。虽然说这个蛮糊的，蛮松散的，就是。有了，捏到。哦，这个丢法可爱。那我们捏瓶盖就好了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捏这个瓶盖，出来！哎，我其实我蛮喜欢喝这个的。我有时候剪片啊，我不想吃太多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喝一瓶这个。减肥都要喝这个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就是剪片在那边啊，我也不想要吃很油腻的东西，我怕说一直坐在那边感觉好肥胖哦，然后我就会喝一罐这个，这感觉超可疑的。我们让老板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，大家最喜欢看老板娘拉台。我丢了，来你丢啊。不行，超慢。那我只好先夹，这不能拉，它太慢了。45度角拉起来。这样吗？太过去了。右边，左边。左边一点。然后呢？左后方。再靠我们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还不够，再过来，多一点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帮我数秒数。出来了，对，要再过来多一点啦。所以我这一集真的就乱，我超级乱玩一通。对、就是、啊，但是我是说，依然。
人，如果你们知道在哪里，可以来找我们。对对，如果你知道我在哪里，老板有很有诚意的，有提供的东西要来给我们粉丝。我没有帮他做任何的宣传哦，然后他还要提供东西给我们的粉丝，我觉得这超没逻辑的。但是呢，人家就想这么做，我们就是接受他的好意。还是今天又是很衰的一集。我觉得今天就是前面夹很顺，后面有点小卡住。这个最基本的课程，很多人不知道这怎么处理这个，我们就是顶他一下后面，没有，他就一定会出来。花了。刚刚发生什么事？你保夹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因为他领啊，他保夹你保。不是啦，我出货当然会领啊，不然呢。最好玩。这是哪间？我不能说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不能说，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不能说。这个是什么骨片？是骨片啊，就没录那种的。这个就是拔起来就好了。好，试试看侧边。其实它外面也太小盒了吧？是小小盒的，我们好像店里有。哎呦，还可以。如果有钱是？那我们没钱，那我们不去了。怎样？多惊人？那不是才刚开而已。对啊，刚开这可以多惊人？刚开应该很软啊。像这么软吗？应该是吧。好，来这边呢，我们 Google 评论或是打卡呢，然后你满车就可以选一个红包。我觉得它很可爱，它也限时一分钟，就是它怕大家去那边看半天，你赶快去看，赶快去看，限时一分钟，快去看，快去偷看，快去偷看。它是可以拿起来看吗？不行吧？对啊。怎样？哪看得到？对啊，不要这样。好，那你选一个吧，看会不会继续凑手。好，那我抽这个。所以最大奖是什么？1500。我在想，它最小100块吗？哦，最小有100块。1000到100的这个range而已嘛，直接放现金哦，直接放现金哦，难怪不给人家用看的哦，是哦，直接就放现金在里面。那我聊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没了啦。那加完零食回到旅馆了，我们回到熟悉的一个，就是回到烤箱里面空间里面。那刚刚大家有看到有一些东西嘛，嗯，然后呢，那老板呢，说真的，他是一个。很有诚意的人，很有诚意，而且是我遇过最神，至今遇过最神奇的人。嗯，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帮他做任何的宣传，因为他就想要低调，他也不想要。对，所以，但所以我就没有去帮他做任何的宣传嘛。但他还是硬要送东西给大家，就他对，还是想要提供东西给我们的粉丝们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、而且是这样子呢，大盒的哦。我们其实现场已经送掉2盒了，有现场有粉丝来找我们，就送掉了。那这个多的，我们当然就是拿来送给大家，老板的一个心意啊。嗯，所以再次拜托大家，下面绝对不要打他的店名，人家就是想要低调，不要打出来，不要故意了，故意你故意会删掉。那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就是行动来支持老板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就是把他低调一下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上一直拿着一个东西？所以这是什么？就是除了这个。莫名其妙就获得的大盒小熊饼干之外，可能老板很爱小熊饼干吧，所以呢，这里还有乐天小熊饼干家庭号，香哎，牛奶风味，这香到底要怎样啊？而且哎、欸，这个画面如果没有好好看影片的人是会吓一跳，为什么它浮在空中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怎样啊？就是我们目前为止也没有店家送给我们一整箱的东西，对，几乎没有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送过，一整箱的小熊饼干到底是想怎样？不晓得，所以我会再安排一下，有可能啊，我疯狂一点，我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抽到你，我直接送你一整箱，但我觉得这样太蹊跷了，还是这个拿来之后办比赛用，我再规划一下好不好？反正不管怎样，一定会送东西。那送什么呢？我们再来讨论。反正今天的重点就是小熊饼干啦，是啊。那所以就大家一样，下面留言。我们上一次有去金来家嘛？嗯。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笑的。什么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反正一定会有人帮你们注意到了，你们就看其他谁先注意到。就是呢，我有时候都会乱玩一通嘛，然后我就想说是一个新的出洗衣精方法。然后莫名其妙就让我弄出来了。嗯，就是请问一下呢，我
在影片里面呢，我花了多少钱去把洗衣精夹出来？好、哦，很简单吧？那个一个画面不会花你个三秒钟啊。好、哦，对，而且我觉得那个出法很神奇，我自己没看过，可能其他人有发生过，我不知道、嗯，我是没看过这种神奇的画面。我们的观众旁边都看傻了，对、哦，现场观众都傻眼了。奈阿尼，我自己也蛮傻眼的。最近运气本来蛮好的，容易发生一些离奇出货的方式这样子。嗯、好了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间汽车旅馆呢，大家如果在宜兰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就是天下居啊。嗯。然后那个这边啊、哦，知道了就知道，可以去偷偷帮老板支持一下啊。你也不要跟他说你是看影片来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低调低调。你就行动支持就好了。哦，就这样就这样。那今天这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要继续我们宜兰的行程了。那后面还有很多影片，还有很多活动要给大家，还有很多东西要抽给大家，所以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